中方对美方所做的决定表示遗憾。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是由6国、欧盟和伊朗共同谈判达成的多边协议，并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的核可，所有各方都应当认真执行，维护全面协议的完整性和严肃性。这有利于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。 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，对通过政治手段解决热点问题也具有示范意义。当前形势下，中方呼吁所有各方本着负责任的态度，从长远和大局出发，坚持政治外交解决方向，妥善管控分歧，尽快回到继续执行全面协议的正确轨道上来。中方将本着客观、公正。 和负责任的态度，同各方保持对话协商，继续致力于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。